意思吼，恁洗手、洗身躯，水拢流倒去，流进河内底，流进海里内底。如果你今日你用的不是讲那天然的物件，啊，它会不会污染到那个海水跟河水，甚至那个土地嘛，都会污染掉，对不？所以呢，说咱林老师开始讲吼啊，跟河水跟那个水资源无关的，所以他开始摊开又看。都帮大家安排了一个手工皂在里面，但是手工皂其实哈，它一个天然的东西永远是天然的，因为它可以分解，因为当分解了，伊就赶快的，吼，因为咱的土地吸收去，伊就袂去污染。啊，可咱这几年呢，你来看，哦，电视的广告吼，拢帅哥美女吼，你看男生一个出来吼，哦靠了，我的这肌肉这吼，你看肌肉多大块，女生呢，你看拢水蛇腰。啊，迄个吼，伊那身躯扭动几下吼，你工作了哟，啊，捧头什么沐浴乳啊，你看大家心都提出来，就去开始去买啊。那今天那个大哥说，他今天帮我大家准备的还是椰子油、棕榈油跟橄榄油哈。那它的比例是椰子油是120公克，棕榈油是200公克，橄榄油300公克。来对哦，这是一分哦。啊，你等于你啊，如果要做两分，你也使咱的椰子油变240公克，棕榈油就变400，橄榄油就变600，是不是要这样子？但做起来就是两份的分量，室温哦，跟我们的油温哦差最好最好。以前都说是在10度到15度，可是我们这个大哥他常做，他都一直提醒我们说，最好是越靠近越好，就10度以内这样子哦，跟就是我们等一下弄的那个水，就加进去氢氧化钠的水呢，最好温度跟那个油那个温度是越接近哈，它成功率会越高这样子。对对对，哎对，哎。好，所以哦，那个大哥一直提醒我们说，一定要用纯水哈，哎，对对，干净的水这样子。好，好，那我们等一下氢氧化钠在倒进去的时候，记得要慢慢的倒，不能够一口气就把它倒下去，因为这样子倒下去的话，温度马上上升，而且它那个烟呢就会比较多，会冒出来，那你可能就会觉得不舒服。那我们今天还好，我们今天大家都有戴了口罩哈，所以。好，对对对，哦，大哥提醒我们说不要太快，不然的话会结块这样子，所以我们就让我们的氢氧化钠慢慢去这样溶解哈。好，那我们把这两个配方通通把它准备好，就是我们刚刚氢氧化钠已经把它融化到水里的，跟我们的油呢都准备好了以后呢，我们要记得两个都要去测量，比如说我们现在的油的温度如果是在30度，那我们的那个什么就是水的温度。最好就在那个大哥他说他做了非常多事，那5度是成功率最高的。可是，一般的人会觉得像你没有耐心，那在10度以内就都可以这样子。好，可是我这个大哥常做，他说5度是成功率最高的。温度呢，他一般的话都说差10度啦。可是因为我们之前也是做，也是差10度，可是他还是会有失败的时候。记得两种都要量，油要量温度，还有我们的水要量温度，你才会知道说你要降多少温度哈。好，那等一下呢，那个碱水就是氢氧化钠的水呢，就这样弄进去以后呢，你就开始慢慢把它就是倒进去以后，就要开始边倒边搅拌。哦，搅拌他说大概3-5分钟，可是有时候会比较多，时间会长一点，因为你的速度跟那个用力的程度哈不太一样。整个打到什么时候？就是我刚刚说的，他打到有点像优格那样程度。以前每次都跟人家讲说，你打到可以画八字，就是你打到那个稠度呢，浓稠度呢，拿起来的时候，你给他写一个八字。如果你看得到它是一个八的时候，那样的就是连浓稠度就够了这样子。可是基本上你们吃过优格对不对？好，就是优格那样的浓稠度就可以。可是也不能打到就是非常非常稠，那
就太慢了，倒就倒的时候速度就太慢了哈。啊，等到倒完之后呢，我们呢，他说你把它倒到模具里边，大概二分之一满。二分之一满，其实有时候我们觉得那要看你的模具的大小。如果说那像我刚刚拿的那个薄薄的，像这个这样的话，薄薄的，你如果在一半的话，就是回去洗的时候，它很快就会软烂掉哈。所以这个是给大家参考，那要看你的模具的大小。像我们这个模具比较大的时候，你就可以是一半哈，那个大小就比较刚好。好，所以那个是给大家参考用的哈。那最后呢，做好以后倒到模具里边呢，放到那个我们的那个箱子里边做保温的时候，记得再把它抬起来敲几下，让我们的模具里边的空气呢能够跑出来这样子。好，好，来，那这个呢，等到隔天呢，有大部分现在夏天，隔天如果你做成功的话，隔天大概就可以脱模；如果没有，大概两天三天也就一定可以脱模。可是重点在后面，脱模后以后呢，你要放，他说4到6个星期，所以呢，我们大部分都会告诉人家，你放最少最少要放到1个月以上，就放1个月以上你再来洗。啊，不然的话，如果它还没有造化完成的时候，你有些人皮肤比较不好的拿来洗的时候，你可能会觉得有点痒痒的这样子哈。啊，所以反正你拿到家里你就不急嘛，对不对？就给它先放着哈，再慢慢的来用这样子就可以。好，来，那今天就为各位介绍到这里，不好意思，今天呢，就到这里，谢谢各位。啊，等一下我们都会把这个人拿出来，谢谢你哦。啊，那第二个也就是感谢我们那个台大的环教的所有志工，还有老林老师，还有吴教授啊，谢谢他们。